三鞠躬，礼神。是船长来接阮行前团的，啊，阮来勘察。啊，看今仔这情形哦，真正这条桥足需要咱这乡亲的大力支持。啊，看这个情形，这条桥嘛足爱改善的一个所在。哦，这条桥总经费是1,040,000+，预计差不多阮六个礼拜二工，哦，应该是3个月内，那工程卖过钱的是完成。哦，啊，真正真感谢咱管府甲咱的。公所哦，咱林乡长有因咧搭出来，咱这条桥完成，才有法度人促成这个工程。啊，无是非常要改建一个物件，无遮容易。啊，真正好佳哉，拄好咱的管路、甲咱的乡亲啊、甲咱的公所，会当大力为着咱的乡民，这个行的安全的这方面，所以会当真感谢因。啊，因为咱行善团的是我来自民间。所以我对这個咱全国的一挂善心人士来，拢我一把一把接来，吼、哦，这经费来自我足无容易的，吼、哦，今仔顺这个机会，甲咱只乡亲大家报告这项代志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机会，会当邀请咱只乡亲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行列，吼、哦，和咱这行善团来，会当一天过一天，会当一年过一年，来久久长长，来和咱政府会当合作这种的代志。哦，这是阮行善团的，阮咧最大的影响。哦，感谢。感谢吼，即个文鼎三桥会当重建的动土典礼吼，足感谢咱的嘉义行善团甲咱的彰化县政府，因为咱的文鼎村吼，咱的村长甲地方乡亲吼，大家期待这座桥吼，因为遮久拢无来征收，尤其是吼，嘛爱拓宽啊。伫个行方面拢足无方便呢，啊！甲咱嘉义行善团吼，甲请求讲会当来看卖，啊！嘉义行善团来看了后，感觉讲这狗的部分嘛是爱改善，所以狗若无改善，桥嘛无法度做。啊！咱县政府，咱的王惠梅县长听到了后，嘛足真正足爽快的，答应着咱改善狗有700,000的工程。啊，过来才有咱的嘉义行善团，这个桥的方面有1,034,000，才会当整完成整个桥甲狗的这个征收。嘛，足欢喜哈！这是一个公部门甲咱私部门，就是恁咱民间的力量一个整合吼，会当予咱偏乡偏村这个交通会当更加搁较便利哈。这乡亲拢足期待嘛，足欢喜。啊嘛，再次感谢嘉义行善团用民间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偏乡偏村，非常的感激。第一锤开工顺利，第二锤。党透平安，第三锤圆满吉祥，里程鸣炮。